是全台湾乐迷最会穿衣服的一个地方。然后我昨天在那边看特修斯啊，他们还有妆发啊，我看完我直接密他们，他们要穿什么？我本来想说穿 T 恤，不行。然后我演完两首歌就有点热了。好。然后因为今天，因为我昨天有特别研究一下大家的 topic， 所以我今天有特别准备一些东西来跟大家分享。首先呢，浩君给我一个比较 lo-fi hip hop 一点感觉的一个 backing 好不好？有一些感动的啊，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讲话的时候不可以像大家午安这样，不行，我们要说大家午安，我们是荷尔蒙少年，今天很开心能够再次回到简单生活节，虽然我不算真的有来演过。那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些英文单字跟大家分享，毕竟本人上礼拜三裸考多益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一个单字好了，毕竟是一个文艺的活动嘛。大家知道 profile 是什么意思吗？多益有这么简单的单字哦，好雷哦。 profile 档案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荷尔蒙少年。第一次看我们表演的朋友举个手好不好？哦，很多，好，那必须教学。接下来欢迎来到荷尔蒙少年舞蹈教室，我们现在来跳一下右下左上舞，好不好？各位新来的朋友，有没有一些这个自信可以学会这个舞？好，这个舞非常简单哦，我们首先就分成八拍。那我们一的时候踏出你们的右脚，像这样，一点点就好，人有点多。二的时候收回我们的左脚。三四我们再重复一次踏收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有两个。那五六怎么办呢？五的时候我们膝盖微屈，哎，这是一个半蹲的状态。六的时候我们再回来。那七八相信大家就知道怎么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非常简单哦，那我们来试一下哦。来哦，来 DJ 给我个 beat， DJ drop beat。大家听我倒数哦，我们三三二一起跳一次这个舞，可以吗？右下左上舞，来，我准备哦 ，Come on， one two three four， 啊的一二三四五六，蹲上来，另外一边，啊的蹲上，大家来站了，这首歌叫二十。